就是你是为顺序来，已经说得很清楚了。是。就是其他女生。哦，好了，我不用问了。你们当时是什么时候？去年的事还是？去年。去年。对。那天是约他去，然后看我打球嘛，然后到了吃饭的地方，然后他就已经点好所有的菜了。我头一次碰到一个女孩子，她能够考虑事情考虑这么周到。就我觉得人和人之间是有磁场的，就她的磁场让我感觉这个女孩子不一样，然后我就对她就更加的心仪了。你们那段时间相处大概多长时间？我跟他有3多月没有见了，因为在3个月之前的话，其实我发现了他上节目了。孙雪，你当时决定来《非诚勿扰》的时候是没有告诉他的？没告诉。你当时觉得你们俩的关系是结束了吗？就是没开始过呀。你觉得你们算开始了吗？其实他中间过程有给过我暗示，就是单独约我去他家吃饭，但是我没有开始过。但我觉得其实只是差一步，我觉得我跟你就差一步，只是两个人都比较嘴硬，都没有开口。哇！然后我看到他在节目里面也不断的频繁的给男嘉宾留灯，像我刚才在后面等待的时候，我以为他要给前一个赵哥，赵总，赵哥。我已经憋不住了，看个节目跟你吃了恒顺香醋似的。我是吃醋，我忍不住了，我忍不住了。所以就算我半边脸是肿的，我也等不及了，我必须要过来。还没忘了半边脸肿的这事儿。那么我作为一个男生，我觉得你上这个节目，我不知道你是故意来激我的，还是说但是我会看到你在节目里面提到的一些，比如你不关心人家对于年龄这个的限制，然后还有你也希望爱是没有被拘束的等等的一些东西，我觉得就是在 cue 我。